偷食二分 banker， 混血 lemo 中巴大起底。2009年曾被旧爱崔健邦殴打的混血 lemo 中巴邝敏慧，在2013年就同任职建筑工程的男友拉埋天窗，过住幸福笑啦啦的生活。但是近日就有报道指中巴背夫搭上了比自己大21年有燥哥之称的二分 banker。据报中巴和燥哥更在上个礼拜三的晚上去了夜场 happy。中巴原名叫邝敏慧，是一位中国和巴西的混血儿，会有中巴之称。快将26岁的他童年时候一直在巴西度过，到他18岁回来香港就开始了他的职业模特儿生涯，现在就任职于香港创世纪模特儿有限公司。此外因为他貌似杨颖，就好像一个大娃娃咁，所以就被外界称为翻版的 Angelababy。而中巴亦曾经参加过 Salad Image Girl 比赛，并取得三甲的好成绩，于是就声名渐起。他亦曾经参加过打出十人汗的节目比赛，就是在这段时间就同崔健邦传出绯闻。根据中巴微博上的相，估计中巴在9月的上旬已经搬入了位于西营盘降落道西的服务式豪宅。而据知情人士透露，中巴之前出亲来吃饭都会慎穷，不过近排就豪气了好多啊。原来是因为有人照顾周到，难怪他现在衣食无忧了。